我们今天来到了 TTGP 台大鹏湾。哇！嗨，欢迎回到《牙齿奈奈》。我们今天来到了 TTGP， 在大鹏湾，好热哦。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早上的单走排位，然后会有分数，然后再去做看谁对战谁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在打上去。就是排位赛啦。对，排位赛。然后就按照分数决定你的对手。哦，这才是那个 T1 的冠军。对对对。哦，干，好猛哦！欸，我觉得稍微赛还是在要在赛道帅，精彩很多，很帅，而且这个角度可以完全看到起跑在那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路这样看过来，好玩，超完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早上排位。他刚刚讲的话你听到？他说为什么这种看破你娘的衣服，有人会买？没有要批评的意思，只是我觉得这个实在太蛮屌的，有点太脏了，因为各有所好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太脏了，毕竟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水准在。哎，那我们特斯拉 Q 了。哎，我们阿崇最近行销有成功。没错。现在甩尾真的是越来越厉害耶，其实他刚刚这样跑速度也都不慢耶。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场地注意啊，大鹏湾这两个地方视线比较速度没办法拉起来，它都不是那一种真的有大马力优势的场地，我觉得有点中低速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到这个场地你马力虚爆，你的时速就真的会差很多，就会显得很慢。刚刚在讨论，其实现在甩尾车的涂装啊，这些样式什么的，我觉得都比以前，可能我们刚玩车那时候，大概2017、2018、2019那种差异很大。我那时候看到甩尾车，干每一台都破破烂烂的，没有前保杆啊，然后什么东西下来就可能车子都有点歪歪的啊，或是什么轮框两边不一样，或者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换轮胎，所以它可能会不一样，但是完整性比较差一点。现在就算你知道说它，它前后轮不一样，可是你还会觉得说这台车整整齐齐的感觉。就可能现在我觉得大家条件也好一点了，而且现在主要是他们台湾甩尾车的配备啊越来越好，而且越来越符合赛事标准，我觉得这很棒。现在几乎每一台都长这样，剧烈直驶大涡轮这种，你看那路易档那看就知道了。而且我觉得其实甩尾车也耗损也蛮大，除了轮胎之外，那个刹车皮啊，然后引擎也有可能，变速箱离合器也有可能。离合器我觉得耗损也很大，因为它的引擎好像也一直都是在那种比较高转，高转，然后离合器是他们有时候需要在弯中摸一下。突然就到超里了，我操！突然去越野了，干这也是有点难度哦。啊 ，spin 了啊，可惜。阿全有拍到吗？你看就不多带一个摄影师来，回去手折断。我觉得阿全的那个手的折损率有点高。那没关系，必须折。十根手指的用意不就是拿来有十次机会吗？我们两个站在这个边缘，然后后面一点，阿全去那边晒太阳。好，听起来不错。哦，要修哦哦哦哦哦，好热哦。大家看得到吗？
一天天。小林哥你好，回到星期。好可惜哦，直接推头撞过去，可惜。可是看起来车也没怎么样，脚伤而已，应该了不起保杆，不会大力、啊。本站的中间直走，好，油门，后轮，再把车推吧。好，再把车推吧。哎，再进来，哎呀，小心。哎呀，打了一下，好，你在路最里面。再折进来这个位置，挡挡哦，他接气的。哎，这个本来开车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选手，他这一档从左边拿下去以后，慢慢的放开来了，哇，一样，这一波 S 还是上去了，还是可以。这趟在你们的门上带了四趟，应该是更加的不错了。哦，哇。应该不会高了。好，三十九了。好，下一位，三。那个车手，这是我的胡子胖蛋 show girl， 晒到太阳你可能没被伞敲过、哦。下午的比赛开始，不会摔尾，但我们会看比赛。台湾的摔尾赛其实是越来越精彩，我觉得大鹏湾毕竟速度比较快，我觉得会更刺激、好看。上次 D1 的场地也没这么顺畅的感觉，而且速度没那么快。我觉得这一次的路线啊，然后跟参赛的，我觉得水准也还不错，水准蛮高的。我不会摔啊，可是这次的确有蛮多就是很知名的车手啊，或是他们车队也来比赛。哇，前面那个没有用甩的。已经拉直了。86开得不错。它好像那个弯只要拉得不够出去。拉得不够去，然后速度没有办法偏下过去就会变直的，然后又甩。
就会扣分的。刚刚这场比赛很精彩，这里感觉速度要丢得够快，然后要刚好卡到另外一边，进右边的甩过去，要不然就如果速度不够都会变直的，然后再骑重新骑甩，感觉就会慢掉，会慢掉，而且魄力还有扣分应该就比较重一点。阿古什么时候要甩尾？现在比赛的有你徒弟吗？有啊，小戴啊。哪个小戴？不是魔术师那个啊，不是，被锤。这位置蛮不错的，而且有伞，我突然觉得可以站在这里。大会广播，大会广播，请6669的车主到服务台。我觉得这个视角超好的，唯一的 bug 就是这里有一个麦。这一 round 晋级的是86，这个好像是就还不是 Pro 组别的 ，Pro 组别好像是下一组。推头这几乎都是可以直的，他那个棒那个是断油，断油，就是没有在客气的。现在有可能要开始我们的 Pro 组，原本要躲起来吹冷气，结果一看发现，这些车手怎么出来了？好像不太对哦，这应该很刺激。最可惜的状况，车损很严重，那没有办法、可是真的很精彩。你也可以选择平平稳稳的过弯，但那叫赛道。然后你可以华丽的把路线跑得漂亮，然后超级有魄力的跑完这个弯，这个叫甩尾。具体
哦，让开了点距离，谁能捂住？哇，到底让开了点距离，好，李志豪营救中内线，啊，差点飞出去，又差点飞到另外一边去。好的，哇，两台车撞到，不行的，都已经不行了。他在担心选手中暑，这一组啊，刚刚因为就是跑了两趟，然后都有失误，然后刚刚又跑了第三趟，还是失误，撞了好几次的这台晋级，获得第四回合 AM 冠军，恭喜！坦白讲哦，这个还不是那个啦，还不是 Pro 组 AN 组，这是那个另外一个。它就是比较像 Pro 组的另外一组，如果是分 A B 的话，这个是 B 组的冠军。但是的确，我觉得他真的甩得蛮好的哦。我阿古啊，完全是全部临时决定，但是要去香港。我跟他说今天有个婚礼，我要上班哎、欸。我要去香港。怎么那么大？香港第一餐早餐，我刚刚看他外面那个9888。OK 啊，是啊。我们蔡玄书的包包放下来，就站在那边当石像，他会不会有人来看你？剪刀都不，啊！儿子，不能抓痒，你是蜡像啊！哎，真的哎，你不管怎么在什么角度看，大家都感觉他在看你。你看起来像他的不孝子。谢谢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这里的环境跟餐具直接跟昨天的早餐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哇，叉烧！我们猜拳最输的三个人走路去机场，输了，输了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副队长，开打！还没进的朋友们，开始！Pro 组来了，的来了。16强各得分别是16强，王力宏对上星星姚明，王教练对上中珠漂移王。中珠漂移王就是我们之前有在国中有拍到的那一台，就是浅绿色，你们等一下看。哦。梁俊明要去骑那个香肠。呀。在空的里面有一个香肠啊，他说你不要一直去弄它，你脚上撞了一下。哦，王教练没办法比哦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车的问题。好爽，可惜，哎，他好像是那个赛道那个边边，路沿石旁边还会有多凸一点点那个香肠，就是压到它，总就会滑。一台不能比，那个中珠漂移王的晋级啊，对，所以王教练有点可惜。王教练，我们阿全上次有做过，他很疯狂 ，Pro 组的啦。BC 这个甩不错、欸，对，这个小老板蛮厉害的。有嘞，不错呢，很稳定呢。对啊，不错呢。BC 这个可以哦，很稳定，就是他到最危险的地方，他就特别细腻的那种感觉。而且他玩摔也没多久，厉害。可是他的车感很好啊，因为他卡丁赛各种赛事都有在跑，就包含之前去国外那个兰博基尼的比赛，他也有比，然后也是冠军嘛，还是第二名，反正蛮好的名次啊。因为我们那个国外赛事这种，我啦，我比较没有关注，因为那个我比较接触不到嘛。我觉得如果台湾有去选手去比赛，有不错的消息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然后看一下，特别关注一下，因为他这车感很好，还没有成年就开始练车，卡丁车一路玩到这种赛车什么，他就没有，好像没有跑拉力而已啦。我这跑得很稳定哎，我讲真的，他控得很好，他控得很好，都贴得很近，很厉害。说实在话，我觉得胜负没什么悬念。
我自己的看法啦，他蛮厉害的，他真的蛮厉害的，因为上 round 的另外一个对手失误啊，而且他就是在等他回来了，然后要往前走的时候他才往前，就是有那种边飘边等的感觉，真的蛮厉害的。他比我还小、哦、应该有个七岁六岁吧。哎呦，完，那个你朋友起跑可能不知道怎么了。泽源，可是泽源赶上去啊。对，啊啊啊！急了啊！推头怼上去。哇，推头怼上去了、啊、要不然原本他真的是追上去的，对，他就是起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慢了一下，但后面他已经有追上来了。这个 U 字好像真的蛮没有，他是刚这样说对不对，然后好像突然推头，然后就不然就上去了，因为可能前面突然变慢了吧，可是蛮精彩的，很精彩的，应该是还能跑。德源去年在 D1 的表现也蛮好的、啊、很强很强，他我记得他好像是前三吧，小可惜他，我记得他是不小心有碰到脚椎，要不然那个输赢很近、啊、真的假的啦，这样怼一下车子不会动吗？还是伤到底盘前轮？有可能。哇，这样子不就可惜了？因为五分钟维修真的会很困难。哦，刚刚那个，拖车，你有看到拖车那个？有啊，超倾斜。有啊，等一下他妈拖车拖车翻在那怎么办？拖车拖拖车拖车。哦，烧起来了啦，靠，真的烧起来了，哇靠，公牛的人想哭哭，烧很大，蛮严重的。我们这一次把 F1 跟甩尾，我们这一次选了来甩尾啦，因为其实 F1 你能拍到的一幕可能就是嗷这样，而且已经我们知道就蛮多人有拍了，我们想说带不一样的题材给大家，那独跑独跑，好，哎呦好贴哦，这一次啊 ，Rebu 不是 F1 来台湾吗？就不论他这一次车子有没有烧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是真还是假的。有人说不知道是检举还是什么东西，说太大声，结果环保局的人跑去 F1 那边。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瞎，就已经是市政府办的活动。如果真的是因为噪音或是什么，然后叫环保局的人去，我觉得真的太丢脸，真他妈太丢脸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了，进场喽！哇，等一下，小心小心，稍微一点点，要注意安全，还是拿右边的范围，火车纵观，拿我开了。撞锥应该是会扣到一点分，而且他跑出肉，可我觉得那边好像真的很不好控的感觉。不过我觉得台湾的甩尾真的是越来越厉害。有啦，一定要啊！我觉得主要是以前厉害的还是厉害，然后年轻的开始都崛起啦，而且条件越来越好，车种也是。你看像 BC 有用到什么 M2 这种，我觉得其实很多车都配备越来越好，然后车种越来越好，改装方式越来越先进。我觉得感觉开起来会变好，好像是必然。我是讲硬体的部分，当然是、啊、他们也是有很努力啊，这个就没话讲。两个都错过了肉，两个都错过了肉。哎，陈立林是谁？他不是陈林吗？就是陈林啊，他只是 IG 叫陈林，脸书也叫陈林，但是他全名叫陈立林。是陈林吗？应该是吧，陈立林啊，那就是啊，那是我们上次去开箱那个美式肌肉车的肌肉车的那间店的朋友，然后他也有参加比赛，他这次跟 BC 一样是抱在一起的，他玩甩尾也没有很也蛮厉害，应该算有天分吧，有天分、就是啊、有天分，我觉得他进步超快的，有出国跑比赛啊，或者在台湾尽量有比赛就参加，然后练习也蛮勤的啦，主要是我觉得台中练习的场地就是注意也方便，对，你只要在台中基本上都不远，然后我觉得速一给选手配合度也蛮高的。
350吗？对，350Z。原来350可以这么暴力啊！樱木便会开这台，那个原本立陶宛那台。哇，那樱木开那台很猛咯，所以要看看到底跑的表现怎么样。我怼他了。我觉得戴小强这种教练的那个开法真的是暴力，他开的就是后追那边 W。后面那台，哦，好，哦。帅耶，直接给他怼上去啊，猛猛的啊！白色后面那边，那不是昨天的第二，蛮凶的。这很明显，白色马力就比较大吧？对。要不然原本贴的还蛮漂亮的，是最后了，最后稍微 spin， 但可是方瑞迪很强，超稳定的。哇，可惜了，两次都两次失误的，都在最后这个，要不然其实也是很厉害。这已经无法解说了，这怎么解说呢？哇，这风景的全力队在这里摆，只有二十二，怎么看不到啊？后车看不到啊？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，这距离有点远了。跟他们之前打造的这一台真的是蛮猛的，都是很不错的东西，然后都很稳定的感觉。因为你那时候看一次比赛，就是那个外国选手立陶宛那个 Ben 他们在跑，就会觉得干很有气势，然后车又快又稳。然后现在换到樱木手上，也是感觉这台车就是还是很强，很强调。哦，看不出胜负，不过应该还是樱木会胜出了，我感觉也是。跳！哇！
这一趟后车失手有点多了，一直都几乎是拉直停，便没有再甩了，小可惜。可是我觉得还是很猛，哎，到这一组真的就不太会有那一种，就是扒上去或者很奇怪突然就怼下去停在那，或是突然转了一个圈之类的，就比较少。这一组就是比较资深的选手了，都很厉害，真的都很厉害。超近的，我的看法啦，白的这个那这一段有拉开绿的，纯粹是他真的已经没在甩，他有没有他先直，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又开始甩。先说这是不专业意见，我猜绿的有晋级，我觉得白的捏屁股啊，来啊，正确的是林云燕哟，我赢了。干，哎，我发现阿古的屁股很难捏。来啊，赌下一场啊！不要啊，不赌了。为什么不赌？不赌了。来喽，来喽。没有，小春涡轮不大颗。他那个刹车灯，这个如果在前车刹车灯一亮就知道了。等我们来看第二 round， 哈，你觉得谁？我觉得黄君志应该会赢。你说中珠漂移王吗？不是，中珠漂移王信你一次，我信中珠漂移王一次。好啊，拔门牙吗？捏屁股了，拔门牙嘞。胜负蛮明显的，怎么办？还需要等听胜负吗？要啊，废话。用直接处刑吗？不一定啊，我觉得那个甩尾的是很主观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干你啊！敲头是怎样？我好不容易捏到嘞，吓着小肉不放。对，刚刚在想我要不要抱起天灵盖，你知道吗？哪里有什么拉远过？拉这么远？好来，好的 ，hold 没有问题 ，hold 住了，哇，怎么样？现在哇，哎呀，啊，哎，撞住了，撞到了，哇，这么大力的。撞到了，那在吗？我猜他赢了，我也赌他赢。那这场没有，换你选另外一台。没有，这场没有，小可惜啊。两个都是高水准演出啊，可是他出去的时候好像回到，这个看来有机会拖车要出动了。我感觉歪歪的，然后熬汤打开来，可能漏油，漏油或漏水。可是如果是正式赛，像零式赛啊，是不能加水箱进去。对，我也是看了国外的赛程，我才知道，就是他们的赛事简章，他们是说你今天不管是办在什么样的比赛，就水泥地也好，浇地也好，就是你在美国或是在他们那些比较正式的零式赛场上，对，他们是只能在水箱里面加水，对，不能加水箱精，因为水箱精漏出来也是会滑的，而且不好清理。然后美国的 T 叉，他们忘了哪个组别，下面都还要装一个接油盆，怕你引擎漏油。其实那我们大马力的车子难免会突然炸掉，是，这是有可能，因为很多人也是到了真的到赛场才第一次试车，会发生什么状况不知道。然后他们为了保护其他选手的安全，正常的话你在参加赛事的时候，你的下护板要装，就是你可能是接油的或是在什么地方这样，因为其实他们也就跑那一趟，跑完那一趟就回来，不会马上哦又接着又跑一趟，马上接着又跑一趟，马上跑一趟又跑一趟，那是台湾的地下杯。对，没有，但是其实国外的地下杯他们也是会跑完一趟然后可能再揪啊，只是正式赛是不能用的。然后那我们就等拖车拖完来看下一场。
跑得很好。对啊。我觉得不好说哎、欸，我觉得戴小强啊，你看你又是另一个内台啊。哇，不好说，哇，哇，哇。嗯，我赌另外一台哦，你要小心喽，有机会啊！来喽！吓死我了！我想说哇，基本上这样子我看起来的话，我是蛮稳的。我摸摸太阳，可是他好像第一个中没有压到。没关系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不会再一次了，出新的啦。下礼拜阿俊去刺青的时候，他那个科线这样线一划过去，屁股的血会从 OT 里面绽放出来。戴小强，林学就，哇，你第一步来到了四强。刚刚不要来，最后这么跳，放上去上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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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下一下樱木好了。哎，不行啊，我现在觉得樱木跑得不错。不好说啦，我觉得这个不好说，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讲。我觉得两个人跑的都很棒，所以我们期待一下这一场的胜负啊。我是刘家豪，一步胜出，因为他真的比较快，而且该跑该压的地方都有压到，该走的地方都对。这样才快一点，然后再走上去。感觉这两个谁会赢，这个就不好说了，两个都强。两个都强。后车是谁？那个苏东志啊，他前面是那个黄金志啊。哦。两个都很强。哎，讲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开得很好。我觉得真的开得很好。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平分秋色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很难说，两个表现都很好。我觉得到现在这个级别真的是都很近了。哇哇哇！挥手！哇，大挥手！哇，看他们出来十五六名，直接挥手。石龙志开的，两个都有。前车这样看没有意外的话，我觉得 BC 应该是赢的，四强喽。好，S2的动，哇，我们直接跟他走，年轻的，不行不行，我一步直接跟他上面，S3的队友一步跟他上面，来吧，好，队友，下一个队友，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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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友，好
真的前车跑得很好，是想看着进冠亚军。对对对，这一场是两个都蛮播种的，所以我觉得林云佑真的是蛮猛的。那时候一看马力就没那么大。对。哦哦哦，还吸上去。有啊，在后面呢、啊。哦哦。哦，回正了啊，没有踩到肉。获得的是赢家，樱木守住了，恭喜樱木哥。为什么他们要再一次？刚刚两个两回合都觉得输赢差不多了，太接近了。甩得很好，我觉得两个都不错。他们那样甩啊，吃到那个草皮是有关系的。其实我不是那么懂甩尾啊，所以。因为那个已经过了积分的重区了，所以其实到那边我不知道。应该是说，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比赛，大部分重的后面就是墙，就只是刚好说这个场地后面是有大量草皮可以让你踩。我是想，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吧，因为我裁判也没有特别讲。够够够够了够了。哦哦哦哦，好近哦。哇，石松是这个，我认为没悬念呢，后车真的很猛，这一场他不管开前面开后面都开很好，很猛呢，这超夸张的。站出的是黄金志，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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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次都跑超好的，真的很厉害。222号应该是。啊、是用排位赛，然后决定第三名。排位赛的高低会决定季军。哦，你是说他们独跑，然后看分数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多奇怪！哇，这速度也很快。等一下，收到我们这边的 SA。好，我们来拉开来。好，来来来，石头地方呀，黄金石头石头，哇，石头地方有点重。好，那我们就恭喜樱木哥得到第四回合的冠军。不过我觉得看到在大鹏湾的所有赛真的还是比较刺激，而且恭喜亚军 BC Racing 的黄君志，真的年轻有为、啊、我觉得他已经开到很紧绷了，很屌了，很屌，真的很屌。苏东志也很厉害，也很厉害，他就是昨天的冠军。冠军其实都很厉害啦，就是都是些微差距。不过我觉得台湾的甩尾这一次看下来又更进步了。就是每一次看比赛，我觉得都有一个断差，就是哎，又有新的选手很厉害的，所以然后又有新的车子出来，然后比赛那个节奏越来越刺激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其实看到连甩尾都一直有在进步，我觉得这样蛮很棒，很棒。想要看什么题材，再跟我们说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
你们的留言有说，哎，想看 GTR， 今天大家就来看一下大堆 GTR。这样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说 GTR 要站在旁边。真的在跑出去的时候，感觉还是。